欸，女生的休息室都是很多，就是、不是。然后现在就是大家就会互相绑头发，开直播什么的。这是我们的人气王子子，哎呀，哎，我超期待今天来这边的，因为。现在呢，我人在洲际迷你蛋，今天要来看篮球。哎，终于不是在新庄体育馆了，终于来到台中了。今天是梦想家对上新北国王。好，不管怎样，我们先进去再说吧。走。哇，今天天气真的超级超级好。距离我上次来到洲际迷你蛋，其实已经是去年的事情。但是今年年初的时候，我有在洲际迷你蛋的旁边洲际棒球场，我有来看经典赛。那这一次来到这边也还蛮兴奋的，因为上次来是特别来找壮壮，但这一次壮壮呢，他人在美国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来找子子他们。趁着这个时候呢，也跟大家说说目前的战绩。季后赛呢是5战3胜，然后现在国王是2-1领先，所以今天算是蛮关键的一战啊。因为今天如果国王赢了的话，季后赛就打完了。但是如果今天是梦想家胜利的话，哎，我们又要再回到新庄了，我们就新庄见了啊！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洲际迷你蛋前面是有一个很大的好运来，那其实以前是餐厅，它现在一楼是餐厅，然后二楼就变成篮球场这样子。那以前的梦想家呢是在彰化县立体育馆，是在我的家乡哦，只是现在搬来到这边了。投票了，走，希望可以抽到我。上次已经没抽到了嘛，那这次看有没有机会。看我运气，第一个投进三分球。好，我决定好了，我要投一个是冠良，然后另外一个我要投阿吉。OK。期待今天来这边的，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你不在，刚好没班，对，可惜。然后这一次刚好来了，子子又有班，是。那你坐在哪？我坐在哪？我坐在二楼。我们在二楼 R 区吗？
我当时买票的时候特别有找有一个有爱心的点点那边。应该对，应该是可以看得到你们。可是因为有分 L 区的话，就是看我们的背面哦。我要访问一下子子，这一次的季后赛的舞蹈你准备了多久？因为听说这一次是你编排的。我跟浅浅来，我们两个是这就是我们团严厉的老师群。刚好老师群。对，季后赛我们就是一人编一半这样子。其实我有看到子子他的发文，就是有讲到说，这一次也是报复性编舞，真的，因为就是我们这一次进的比较突然，对，对，很突然，因为就是。没有很有把握会一定会进那个季后赛，是就是在你们一讲都赢了这样子，所以就是一结束我们就要马上开始编舞，也是很紧急这样子，那也很期待啦。我相信这一次应该也是非常辣系列，没错。太好了，我们等等就来看一下我们 Formosa Sexy 的表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Formosa Sexy。大家好，我是队长芝芝。大家好，我是莎莎。我是露米。我是芊芊。我是小鸡。我是圆圆。我是 Ariel， 我是小圆，我是浅浅，最香休息室，太幸福了，不好意思各位，我先啦。子子带我导览呢，太幸福了吧？我应该是第一个，你是我第一个这样带着参观的，好棒哦！有 T 恤是他们梦想家的 T 恤，以及手拿牌。现在是4:40，那等一下呢 ，Formosa City 他们4:45会集合，然后50就要开场表演了，要准备了，准备上场了。耶，女孩们紧张吗？紧张，紧张。一点点紧张，没事的，我相信等一下都可以好好的表现，加油。哇，你是违背在我国，我天啊，哇，今天的比赛超酷。
looking deep in. I'm trying to find the issue. Really should've listened. I feel like something's missing. Expressing how you feel is tense when we chill.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